尤其他的服装，再搭配他的妆容，每一期都造成非常热烈的回响。那视线从右到左，左到右，让大家 make 经典的一个 Russian Red 口红，把阿玲画上一个迷人的性感红唇，代表了开阔红唇妆。是的，我很喜欢，红色的嘴唇。Wow. 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，就是不管在表演啊或者私底下，我都希望都可以用红色的嘴唇跟大家见面。所以嘴花盒呢，所有的这个红色的唇膏搭配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 Vicky 老师，先稍作休息。来，我们让阿丽呢拿着呢 Make 呢送你的色号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经典礼物哦。来，整个人转到这边，让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来拍下最美丽而且呢最热情的阿丽。